走，往下，这边好多人呢、啊。亚斯与欧斯，是不是解完了？应该是完事了，是吧？那这地下城里面就所有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，嗯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出去了。回去吧，走。你还记得在哪回吗？反正在左下啊，就是、啊、就是，来了，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个方向好像是去那个飞行，哎，这个地方还没来过啊、哦。布鲁布林王和布鲁野猪王，啊，就你了。这是塞尔达里面的。他是公鸡，哦，哦野猪骑士，哎，斗士方面。嗯、村民厉害啊！啊，村民厉害吗？啊、哦，用它。但村民的普通必杀技没有用。嗯，对，我们得用个普通必杀技强化的。扣八呗，扣八就解锁了。啊、对。哎，等、嗯、带把剑吧，那尖盾剑怪带把剑。带把剑比较好。我觉得我喜欢用剑。好，尖盾剑怪的剑也很厉害。Wario。好，瓦利欧带了布鲁布林王，对手会经常使用冲刺攻击、哦、啊，摩托车，摩托车，你还摩托车，尝尝我酷霸王的，来大刀吧，火焰，大刀，强化过的火焰，大刀，大刀，摁 B 啊，来火焰，火焰，火焰，摁住，摁住，哎，摁住是蓄力吗？不是，摁住是一直喷。哦，来来。好轻松啊！这样喷一个火就一个斩就完事了。对呀、啊，哇，酷霸王真的很适合这个普通必杀技啊，是吧？过去一顿喷啊！来看这边，继续往前。哇、哦，这好多人！这边不是有东西吗？这里面也许有黑客。嗯，好。哎，这个家伙呀、啊，啊，这个家伙就是我这个手柄的配套的人物啊。这个手柄是不是、啊？嗯，是那个小颜料小斩，喷颜料是吧？来吧，跳过去，来。哎下来呀、啊！跟他站一起。下来呀、啊！你别想了。耶，帅气！哎哎，好了，再来。收他！这，什么情况？这么帅！来来，烧他，烧他，烧他！来，烧他！来来来来，等等，我要上去。哎、来，啊、哎！什么招你都？他又吃东西了。对，吃东西了。别！心机项链不是虚空。不是！你要掉虚空了。他要吃东西，他在那吃东西。我！哇！别笑着。我刚才那个座是什么？我这前大招，前大招啊！好，来烧！刚才那个烧好机会！对，我闪了！他朝那个，哎，对，他到下面去的时候拼命烧的，让他上不来，再烧！刀，这是你的刀是吧？对，哇！烧！火没了，110多了，来烧他烧！没火了！啊！火还没了，还在这里吗？来，看我做你！其实这也是挺轻松的。他的火还能没吗？能。走，哇，这边好多人呢。亚斯与欧斯。哇，那当然要亚斯与欧斯了。防御的有了。喷火龙。嗯。哦，那我应该用投掷。嗯。是不是啊？基格尔德。对。克制他。不倒不要了。他是我们应该上一个那个扛火的呀。啊，不对，应该用古拉多，古拉多被他克，对，所以就这样吧，是不是、啊嗯？波导不要，波导不要，我们换掉，普通必杀技呗，两个普通必杀技、嗯，然后用火烧他，嗯，打拉蒂亚斯、加迪欧斯，我们是不是得换上一个谁呀、啊？卢卡利欧，宝可梦对战嘛，啊、哦，是不是要用库巴？这个不像话，那只有卢卡利欧了，还有皮卡丘，试试看呗，那就，啊、嗯，来，皮卡丘交给你了，来了，小智宝可梦内战，皮卡丘对喷火龙。然后命魂方面是古拉多对基格尔德，不是拉蒂亚斯、拉蒂欧斯，两只喷火龙，我天！哎，不是基格尔德对拉蒂亚斯、拉蒂欧斯，啊，是吗？我用的是基格尔德吗？是啊 ，no， 这是什么？哦，小灰鸡在飞来飞去的。对啊，它是拉蒂亚斯、欧斯的配色，对手速度失控。这是那个拉蒂亚斯、拉蒂欧斯那个城镇啊，他俩就是在那个城镇的，对，是不是？哇，但皮卡丘还行，感觉相当行啊。我被抓了，但是他们有两只，我很哦，干掉一只，死一只 ，OK， 喷火龙你完了，看我的皮卡丘，不愧是智爷的首席宝可梦啊，小智版智爷的皮，小智版皮卡丘智皮，据说智爷的皮是除拉蒂是除那个、是除那个阿尔宙斯以外最厉害的宝可梦，是吗？智皮来，智皮登场，
小智牌皮卡丘，什么？我叫什么？智皮就剩一个了。喂呀，智皮，提他，快上来！然后，智皮的电球，电你！皮卡丘，我应该是克制它的飞行啊！我的电，有道理，是不是？这还打不了呢，效果绝佳。对，他打不了你血了，他这个大。哦，打了多少？没什么用。OK， 哎，不是我干掉他了，是他干掉你。但你，哎，他又干掉你。Continue。为什么？有可能是他这个大让你更容易击飞。用我们换那个不容易被击飞金属化。先打打试试啊！电闪你们！他们两个相当活跃。小灰脊又来了，小灰脊，像那个剑似的。小灰脊，电击来后面。对，来，但是好像不怎么怕水啊。对，来，电球，这，对你电球打他们很多。来上大招，哎，失败了。来，上大招是飞，上大招是飞而已。电球，这是电球吗？电球，好，飞着。电球，好，电球，顺利，电球，电它，电球，回来了，击飞，131了还不死，电它，不是电它，电球，飞了，电球，快，电球，有吃的，不要让它捡吃的，还要去捡，好，哎，它吃了，但是呢，它还是130多，电它，我这。来呀！我这，哎呀，163了还不死？踢他一脚！我这，踢他！哎呦，干！哎呦，踢他！我这，踢他一脚！我被他冲了，被他冲了！他必须不要用电球了，踢他！我好，这次赢了。OK。哎呦我天，手柄滑滑。打了两只喷火龙。场地抢分无效。哦，无效，那比那个谁还厉害？比卡比兽还厉害。卡比兽只是减弱是吧？他直接无效，哇，厉害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大乱斗就先玩到这儿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明星大乱斗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影片下面点一下喜欢，还有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